哦，我一直看着你。对。那我如果看着看着有感觉怎么办？有感觉，那你可以，我给你我老公的电话。哎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不要等。他好重哦！我第一次拉人，拉我会跌倒哎、欸。真的吗？我从来没有跌倒过，你看看，我第一次，我第一次都给你。来了，钱了，摇摇摇摇，起来了，来了，钱了，摇摇摇摇，起来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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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不要踢，往前，但没有往前，全部往前，好吗？是现在多次都不对了，啊，以前那快很准，怎么快？快很准哦。哦，哎，现在我还吹着球，我已经吹着球了。你看它这个油花，它这个皮带油这边，它那晶莹剔透啊，那原味就好吃的，不用沾的啦。那个烟熏的香气，还有鹅肉的甜味，而且还有肉汁在。哇，这个浓郁耶！找一个异国料理。还是要找的这么的道地哈，就是它了。甘甜药膳，漂洋过海，异国早餐，没有别的。是哪一国人的早餐这么 heavy 呢？这下一站，提示，4.6颗星哎，刺激快感小鲜肉，老少皆能玩。我们能去吗？能去。节目能播吗？可以。刺激快感小鲜肉。快感哦！啊，你有看到小鲜肉吗？是小鲜肉，我只看到小姐姐。你的眼睛你在装什么、啊？我只看到小姐姐啊，这可以哦。然后老少皆，等下这个老少皆能玩吗？这小孩不行吧？这个老少可以吗？我们这样，我们两个上去会不会骨头就断了？问达人哦，来来，达人，达人，达人。哎，达人你好，哎呦 ，Hello， 想必应该也是达人女中的吧？那当然了，我女儿刚进入达人女中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你好，哎，我是滑水的文字姐，文字姐是本身就从事滑水。哎，对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嗯，大概17年前吧。哈，那你就大概5、6岁就开始滑了？对啊，今年20几岁嘛。你说我吗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哎呦，你还会害羞？没有。哦，讲的是我吗？不介意，不介意，姐姐不介意，姐姐。对对对对，是。这个难吗？难度？我说真的，真不难哎。啊啊，真的不难啊。它上面写刺激快感小鲜肉，而且老少皆能玩。想问最小几岁？因为我小2岁。哦。我的小朋友2岁多一点点就会玩了。我儿子现在3岁5岁、嗯、都能玩的。只要你敢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好。最老的有几岁来玩过？75岁。哦。75岁的北北哈，不好意思要这样称呼大家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他这个拉得起来吗？哎，应该是说，其实他本来年轻的时候就会玩。要有底子啊。对对对对，没错。而且其实最重要就是，因为我们这很安全，我们一定是讲究安全为主，然后呢不怕水。对。然后。对。原则上其实这两点就很 OK 了，因为微风就会很平静，对，它没有什么暗流的这些东西，对，是的。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下了，好不好？这一段挑战，哦，你写如果写平衡感。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难度哎，我倒觉得平衡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这主要是核心肌耐力吧。说真的，你的腿够不够力？不行啊，我挂了，我挂了。跟你讲，核心重要，对，腿力重要，腿力重要，全身都重要，因为它是有一个机器在前面去牵引你，对，所有的运动都是自身的，除了我滑水以外。等等，是你们俩个人赛，挑战没有成功的要去洗板子，哦，要认真哦。那就我们就一起洗板子嘛。哎，个人怎么谁要跟你洗？哎呦，不是两个都失败，不就一起洗？我不会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成功。真的吗？我没把握。可以啦，试试看啦，走啦，好，试试看。反正来都来了，来了，4.6颗星哎，你不跟他好好玩一下？对呀，对不对？当然了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Go go go go， 走吧，走吧，玩水了，走走走。有了，小鲜肉来了，几岁？14岁，现在排名亚洲第一，亚洲第一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而且这种自信，几岁开始玩？他比较晚，他4岁。比较晚，他比较晚。我以为他比较晚，10岁。没有，他比较晚。哦，4岁玩到现在10年功力，亚洲第一 ，OK 啦。那比较早的是谁？哥哥。哥哥几岁？
十五岁，两岁多玩。那他现在呢？他现在世界排名第四。世界排名第四 ，World Title 哎，刚从意大利回来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好，我们你说陆地上怎么教学？教我们一下。哎，对，要注意听哦。好。OK。那我们划水嘞，有三个重点。是。第一，手要伸直。手伸直。第二，背要打直。OK。第三，要看着我。我就是等会坐在船上的教练。你手往后拉，你就往后倒；你脚去踢板子，你就往旁边倒；你眼睛看水，你就是往前倒。这里无限畅饮，喝到饱。有押韵。OK， 很重要哦。再来三个步骤。我是船在拉你的时候，胸部往前靠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胸部往前靠。第二是最重要的，当我在拉你的时候，就变成蹲马桶，也就是所谓的亚洲蹲的。亚洲蹲。你看，不会跌倒，背是直的，眼睛直视我。第三，教练叫你站起来的时候，看他的速度非常的慢，背打直。只能维持像半蹲的姿势，所以它比squat更累，背打直， okay. 核心重要，腿力更重要。那你快要跌倒的时候怎么办？你看着我，就是蹲下来。可以，就是站起来。这样了解吗？了解，理解。这样，看我，你先，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我们的小鲜肉，看我，对，不要害羞。你说还要教你转回来，我还没教你转，转很难，转很难，像钟摆一样，叮当叮当那个钟摆哦，我数到三才可以转哦。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转，有没有这感觉？身体腰跟脚同时转，哦，来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对，是哦，对啊，就是这样，很难呢，赞。加注意啊！可以哈。OK。那我们现在换正规了。哦，换到。OK。好来。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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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好重哦！我第一次拉人，我会跌倒哎。真的吗？我从来没有跌倒过，你看看。我第一次都给你了。鸽子。好久没有被姐姐这么调戏了。你刚刚不讲的，你哦。有听。你现在都不要讲。真的吗？好来。来。没有抓子哎。哦。这样我没有办法。那你就一直这样，教练叫你站才站，没有站你就是一直这样。好，要不要再一次？再一次。这个感觉哈。再一次。一，对，好，有没有这样？对。哦，我一直看着你。对。那我如果看着看着有感觉怎么办？有感觉，那你可以，我给你我老公的电话。他老公的副业哈，就是在载温提猪的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老公是厨师？好厉害哦！好来，像你刚才有看到我们水中练习。重啊！再用力！哎呀，搬过来，很好。哎呦，我已经累了。没关系，等会会更累。五次机会，五次，好，准备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跟着哦。很好。你知道为什么摔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脚去顶那个板，近着蹲着，然后看什么时候才要站起来？我叫你站。像我刚刚看到，我也好想差不多可以站了，我起来了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船的速度也还不到。对，是的。刚才二的动作，你看我们刚才在水里做得很好啊，还有四次机会。你教小孩也都是这样教，教小孩是爸爸教，对，爸爸教，对。很凶吗？当然凶啊，怎么会不凶？对啊，怎么凶法？骂脏话。大哥，你讲给你听，我你是别听我了啦。这样吗？对，会更难听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因为那是自己的孩子。对，好，准备哦。其实他做的很好。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对。好。脚不踢了。哦。脚不踢了。哦。不行了，你脚不要踢呀！加油，加油，对，蹲着，蹲着，对，很好。来了，起来了。有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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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起来了，不要停！他刚刚已经要起来了，他只要没有那个想要站就起来，而且他手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三次了，对，四次了，四次了，对，对，兄弟啊，加油啊，兄弟，不要洗板子啊！他在感受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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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感受，很好，角度有了，很好，有了，好，蹲着。对，亚洲站重心摆前面。对，很好，很好，不要站，不要站，看我，不要看天空。对，nice，nice，nice。好，来，慢慢站，慢慢站。伸，伸，伸，位置摆过来，伸，伸，伸，位置摆过来，来，干，干，完，他成功了，他成功了，很棒。刚刚其实可以滑出来了耶。为什么我掉下来了？因为你眼睛看水，好，你眼睛不要看水，大家眼睛抬高，然后手伸直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加油！最后一次哦，加油，加油！很好，对，有了，有了，有有有，有了，哦，有了，有有有，哎呀，他又想站，他觉得到了，他又想站了。啊？所以我等一下一定要听你说站，我才站。没错。好，准备换你。走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？比狗精那个跳！真的假的啦？我看你这样，我会吓到哎！而且我跟你讲，真的会吃水。我呛了两口。有饱吗？我现在想尿尿。想尿尿。我觉得这个家伙可能一次就站起来。OK 啊，来准备哦，看我们哦。脚弯，脚弯。脚要弯，不要顶，我都看不到你的板子。哎，你们都知道他脚没有弯呢，好厉害。好，来对，准备。他不听话，对不对？他不听话。来，把你的膝盖放在两脚之间。对，好，好看我。好，重心往前。重心往前，重心往前，一。对对对，好好，看我，看我。怎么不听话？胸部往前。往前。看我。还说是冲浪高手。脚双起来。没有往前。要没有往前。胸部往前。就要生气了。好，来准备哦，好，开始。有了，好好好好，看我站。好，好好好好，慢慢站。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，厉害，这样可以吗？超帅！好，我们滑回去喽，滑回去哟，加油！滑回去帅一波！一秒起来耶！一秒起来耶！不要拉，不要拉，手伸直。好，看那边，挥挥手。哦，好帅哦！伸下去。刚刚两位，他一定确定是成功嘛？那阿呼亚有成功吗？有，我说真的，我那边有，有，不要哭，真的很棒，其实，nice，那我不用洗板板呢，可以洗船。啊！你们要去看一下吗？当然要看了、啊，我一定要上岸看表演，上船看表演的，看表演的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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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在上面看很好看，海景第一排，真的。摇滚区，小心走，小心走。Nice！ 哇，这个落水。
说啊，这个落水，这个气势，来了来了。哇！龙大将啊！太强了吧！天哪！刚才那个是凌空720度旋转吗？哇塞！500度！后招的前空翻！他最后还是鞠躬哎，你有看到吗？是鞠躬落水哎。那再来看我们亚洲冠军，不同的亚洲冠军，亚洲冠军来了，来。他现在所有的动作都是站动作，对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要上身之后才可以做的那种，才可以开始提分。哦，我想玩这个，他没有绳子哎，对啊，没有绳子啊。这个跟冲浪比较像，对不对？比较像。来。哦。哦。他好像在跳舞哦。耶。哪里爽？一二六零时间呢？哦，有人冒浪，冒浪超爽的。哇，你看那个。哇，现在。哇，帅帅帅帅帅！其实谁最帅？我跟你讲，他们两个态度是最帅，超帅，真的。完成这样，什么感觉？没有。哈哈什么感觉？帅哥在看我滑水，开心。很帅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几岁？15。那你15岁，再18岁就美女，有没有？帅哥不要来了，好不好？OK。好，我们今天可以吗？表现上，可以哈。赞。非常好，下次有机会再来玩，我一定要再来玩。没问题，我等你们。那这么好，今天这么棒，那就谢谢你们。太好了，应景的礼物就是要这个，太棒。那我们今天平衡感也算是有成功，没错，成功。接下来去哪？下一关，鲜嫩多汁，美味零地雷哦，然后快很准，会是什么？鸡排吗？鲜嫩炸鸡排要快很准，美味，然后零地雷，搞不好是出菜要很快，出菜要快，没想法，没想法，你呢？卤肉饭，有哦，卤肉饭也可以。你呢？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卤肉饭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都不会让你吃，你不知道选手最重要就是淀粉类吗？而且年轻人，他们我每次煮了饭，我都没得吃哎。而且听说爸爸是厨师，哦，那爸爸的卤肉饭不得了。爸爸做什么菜你觉得最好吃？爸爸很少做菜。厨师一般都是啦，厨师一般都这样出嘴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各位 ，Thank you，Let's go，OK，Go， 拜拜。应该是这鸭吧？你讲鸭吧，讲鹅吧？讲鹅的较济。以你考过就是台语这个叫什么？台语检定，检定的人，你觉得怎么看这件事？我觉得都可以，因为语言是拿来沟通的，尊重各方的方，各地方的方言。那都干嘛是家啦？是吗？因为你讲鲜嫩多汁，零地雷，吉林街几乎是没有没地雷，但快很准就有一点。这边要那快很准没啊？嗨，你好，店长吗？哎，你好。啊，您这个温州这边美食哈，是鹅嘛？是鲜嫩多汁，我们对啦。啊，里面那块也很准。怎么块？块很准哦，块很准。这个哎呀，请阮师傅展现刀工给恁看。刀工哦，嘿，切的。对，这都有。来，咱这边下。我来，还有这边。我在这边哦。哎呦，大哥要开始哦。我已经吃到手了，而且它那个间隙大小都，它有一定的 tempo， 对，刚好，它速度很快，而且切料跟它等到变的，哎，真的哎，哎呦，你这给起来没得卖，哈哈哈，哦，这后脸就不稳，会一下，它像面酱，面酱面到这要花多久？哦，最基本要切到顺的话，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。
我爱拍跟什么一样？我们来下面看嘛。这一站的挑战就是刀工。刀工，我们如果有合格才可以吃，不合格不能吃的概念。不是啊，这摆明就不给吃啊！已经不合格，你要这种吃那样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卖牙牙，好，我问你，安尼嘛，这个不可能啊！你不要想，刚刚那种，刚刚那边，刚刚那边，呜呜，嘴巴刚刚那边，多啊来，多来来，来老印象，意思就是刚刚卖我们夸，来老弟。哇，大姐，您是就是初学的高手，怎么称呼呢？怎么称呼你？姓杨。哦，杨姐，大姐，杨姐，小姐就好了，不要大姐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这是根吧？熟的鹅胗，没有切片，这个也是先取蝶花，然后再切片。蝶花，蝶花是我们阿城才有的东西。所以这上面没有蝶花。它的为什么叫蝶花？因为取下来煮熟，很像蝴蝶。哦，真的吗？这可以考刀工哦。我们菜单上面有。你帮我试一下，来，上面就蝶花来处理。蝶花就是，先对切。对切，嘿，看起来还好，这很难。对，不然。然后我们这部分我们来煮下水，韭菜下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要切片，跟切豆腐一样。就是先切一刀，然后把它剔出来。你一刀就下来。然后我们这个部分煮熟就很像一朵蝴蝶。哦，这里是蝴蝶哦，所以就叫蝶花，你看。嗯，很像不像？看那个。对。然后它煮出来的口感是 Q Q 弹弹这样子。三伯，英台，那对不起，不能玩食物。请问一下，您是那只蝶花，还是做梦的那个人？那你要试试看吗？来来来，很难呐，这很难哦，它一刀就刮出来了。试一下我刀工，好不好？切下去。一刀。对，然后就刮出来了。你不错哎。对对对。等一下，你的肉怎么不少？没关系，这个的部分可以再把它切掉。挑到这块肉的客人赚到哦。对，但是如果我们肉油太多的话，它不会 Q。就是要那个蝶花。对，再一次，第一次哈。对，怎么一回事？第一盖，第二盖，第三盖，哇！第三盖，你看你比啊，很漂亮。你可以，你过了。换你，就连我跟你讲，我连对切的地方就不会，其实蛮好切的。好，这样对起来行吗？可以，对起来示范那个非常漂亮，大家看。你请问一下，我像笨蛋吗？我会这样，还不是都跟你学的？你少在那边，不行啊！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没有。刀子不是这样的。啊？小心手。跟你讲，开始。安内。哦，安内就 OK， 安内就 OK。对焦对啊。对。安内就对，对焦对。安内。你以为你在吃牛排啊？前后的。啊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对啊，很漂亮，这样啊，我心魔奥丢，不会漂亮，上瘾了，我想我上瘾了，切，我刚刚就切第一个，切第二个就觉得哇，很开心的，变秀，我啦，我有猫爪啦，哎，漂亮，哎，对，我也画出来了，对，你真的是蝴蝶，三伯，哎，这就被我们切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几秒就过了。来，再来。那为什么要有熟的呢？熟的是什么意思？熟的是我们的卤三宝，那我们是卤好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切片。这比较简单吧？就是要有一点点的厚度，然后有口感。那如果太薄会没口感，就大概这个厚度，然后才有口感。所以不能太薄。不能太薄。所以刀工太好的人做不了。对。对不对？刀工太好，这一下刚好适合我。我刚才保就这不行，没有口感。来，我们请一个刀工不好吃的。我怎么不能自然的就走进来，而且就好像在叫，哎，这次得奖的事你就站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知道吗？切太薄我还真不会，但切厚的我行。也可以耶，就这样可以吗？就切厚的啊，切太薄啊，还要再薄一点点。要薄是你，不薄又是你。厨房他管的，没有。安内嘞，可以算啊，我那卤起来算那个，这边我不会，来，这里有筋的地方，切得很漂亮，你真的很薄哎，可以来打工，可以打工，可以，我现在其实就在打工，很标准的，真的很标准，我现在其实就在打工，那这个筋的部分把它取掉，可以打工，那个口感，对，安内来，姐杨小姐，好，然后我们这个部分是煮下水。我们有韭菜下水，拌酱下水，然后我们就切花、切片。这个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。对，就把这个就要薄了，对不对？也是要有一点点的厚度，大概厚度也是这样子。哦。那因为你切薄就没有口感。懂。对。所以我们这几关过了以后，基本上就是过关了。哦。它会
它会移动。你在干嘛？我压不住它，一般都是我们要先压住才。我们固定就是这样才有它的大小才可以。好困难，我改也给这个看到 auto 了哎。这样还可以改，还可以救。可以救你，怎么救啊？我们可以薄一点的，因为砧板有点滑。砧板的问题嘛，对不 对？这砧板有点。我再试一次啊，但我真的觉得有难度哎。还是要换另外一个砧板，它会比较不会滑。对对对，好多了对。我规波是这些砧板的。哎妈，哎呦，规波有这个东西来，我就可以了嘛。规得规得，跟他好脱落嘞。所以这个证实有些东西还是老的好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是不是？笑脸嘞，华丽。记得你是干嘛相关？没关系，记得别忘了，那我就这个厚度来，就这个厚度。那很漂亮。漂亮哈。对。哎、欸，我去用鹅肉呢，我刀工就弄来工去用鹅肉了。有天赋。有天赋啊！店长会关不？应该有吧，我们要请那个店长来一下啦。店长。你看看，都飞起来了。咻咻咻。OK 呢。有无？啊，小碗店的，差不多嘛。差不多。你来看。差的速度呢？过关好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有吧？有。原本想说。应该是吃不到，对，没想到出乎意料，真的。等一下我的食量也会让你出乎意料。吃饭这么多小问题。对了，来了，我们来去看一下，哎，这些我们这些食材处理起来以后，它变成这样子。不得不自豪了一下，切个那个下水，切起来就已经这么红。而且这些都好棒，感觉每一道都很厉害呢。如果让我们切到鹅肉，那还得了？切到鹅肉的话，我们现在在洗碗。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烟熏的对不？嘿，烟熏的。我们家主打的是烟熏的。烟熏的鹅肉，它每一片都这样子哎，看这个薄度。鹅肉它要切薄片才好吃，它跟鸡肉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因为它的纤维哦，适合切薄片。你看它这个油花，它这个皮带油这边，它呢晶莹剔透啊呢。原味就好吃的，不用沾的啦。那个冰啊，汤都冰。那个烟熏的香气，还有鹅肉的甜味，而且还有肉汁在。哇，这个浓郁哎。我们吃久了，我们反而比较鹅背那一部分。鹅背带点骨头，它称为哦，香胖，又很嫩。我靠赞。哦，鹅肉有虾仁的口味啊。就虾，够虾。我跟你讲，这是虾专做的口味，这像在钓拢鹅肉的啦。哎，我们刚刚切的那个，我们刚刚切的切片的下水，哎，你敢看吗？就有弹性的哦。哎呦，这个很厉害，它很有咬劲，但是它不会让你咬到最后就是咬不烂，对不对？它不会让你咬不下去。这个也没杠啊，也没杠，也没杠。这个就是卤味的鹅胗、鹅肝跟鹅心。我们家的鹅是每天现杀现宰，然后凌晨运送过来。然后这个来精挑细选哦，你那个太老、太小、太大颗，或者是说水水的、烂烂的，那个都不能要。它有一种黏牙感，很好吃。混混的呀，混混迷迷啊，迷迷桑桑，我感觉有入味就赞了。好吃，鹅是整只可食，完全不浪费。没错，鹅掌吗？它连那个羽毛都可以做羽绒衣啊。羽绒衣啊，哎，鹅绒，杏鲍菇香肠。我这杏鲍菇哦，哎，你看那个白白这个，它是杏鲍菇丁。那不是肥肉啊？那不是肥肉，我就是加肥肉，加用杏鲍菇丁来做，增加它口感，加它脆度。很特别，我吃过这种很强，没吃过。哎，对。哎，这样子，我们刀工也烤过，餐也吃到了，我们没错，讲的没错吧？太棒了！接下来来了。他每次讲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甘甜药膳，漂洋过海，异国早餐。这个早上我想到会不会是那个什么新加坡那个？会不会是？我觉得就是哎。那猛一楼。你尴尬了。老公，今早上四点才开新闻，我明天喽。今晚穿啥？哎，你也穿啥？你先叫我先吃啦。哎，你敬一下，我先吃。我咧想哦，你先吃，你先吃，我买是啥物物件？你讲。那咧应该是肉骨茶哦。你讲系肉，是哦。那异国早餐啊。我嘛是感觉是肉骨茶。我也觉得不错。你搁想吃啊？我豆豆啊想，我不吃啊。你想吃，我就要来啊。你慢慢想。
找一个异国料理，还是要找的这么的道地哈、哦，就是它了。甘甜药膳，漂洋过海，异国早餐，没有别的、就是。是哪一国人的早餐这么 heavy 呢？就是肉骨茶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。对，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哇，这个很多艺人来过哎，艺人奖哎，艺人奖，真的真的。你是哪里人？我们是马来西亚人，正宗的来，正宗马来西亚人。对，你们的早餐都这样子？我们从早餐吃到凌晨宵夜，吃到宵夜都是半个点，都是半个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都是半个点？因为大家想吃饱的料理，然后又养生的，因为我们是有用中药去熬药。那我们今天可以来学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来帮你做做什么事吗？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干式肉骨茶，在台湾只有干式，对，没有汤的。不是我以往吃到的肉骨茶都是汤 A 嘛，汤啊，我淋汤啊，对嘛，淋汤 A 嘛，对，这个蒜头皮火锅啊，对嘛。我们是干的，因为是要重口味，然后比较下饭。嗯，对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肉骨是什么？味觉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考验你们的味觉。我有味觉啊，我也有。我先弄一份给你们试看看，如果你们。挑战成功，跟我们的味觉接近，我们就让你尝我们的干式肉骨茶。如果我们做出来口味有接近，才可以吃。来考验一下，考验一下，来，好吧？哎，好来，是这里，走走来来来，豆豆。这个，你们有没有曾经回味过它的样子？长什么样子？这是巴古德吗？他说是巴古德，但我觉得。很像豆妈妈的糖醋排骨，这个比较像，对啊，酱汁糖醋排骨吧。我们有一次做的是不是就这样，就长成像这样？哎，但它吃起来是巴古德，是巴古德的味道吗？它用肉骨茶的汤底，然后炉成了干，然后有放一些独特的酱料。哦，那你先吃看看，然后我们会准备配料给你煮。吃起来，煮起来，吃起来。我第一次吃到哎，是吧？不得，是哎，有胡椒，是胡椒，蒜头，调味料。那甜甜的味道是什么？是梅子吗？不是梅子，它这个颜色有酱油，有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们要经过考验才可以吃嘛。对。那我们可以先试嘛。对，我一根是试不带出来，我也觉得试不带出来，不能这样嘛，我们就在一路一直试到，要炒吗？随便，也吃饱了，也吃过了，对，不能这么不负责任的、啊。你可以吃半肥瘦肉，啊，也有吗？有，再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半肥瘦肉，这个，啊、这是半肥的，有带皮的、哦，这东坡肉，东坡肉，这里，这好难哦，这味道很多啦，所以才考验你们哦。看甜甜的是什么？会不会是冰糖？冰糖，也不是，也是独特的酱料。等一下我们会准备给你，看你可不可以煮到一模一样的味道。反正你有，你会给我酱料。对，哪些酱料？来看一下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选酱料，要选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沾一下，试一下，沾一下，试一下。酱油。有没有水？蚝油，这是蚝油啊，蚝油，不吃，我别动哎，我因为我嘴巴现在都是那个味道，我吃不出来哎，这个一定有，你相信我，这一定，这太明显了，这个一定有，这个就是那个独特酱汁，这一定，这个就是秘方，这个是秘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定有，对，我是觉得酱油加独特酱汁，这个太重，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太重？那我在里面吃，我有吃到这个味道哎。好，我们挑战新的，只要你在这里创新，我吃到满意的，也可以成功考验。对，我要它，我一定要加。对，我要这两个，看你嘞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都有啊。真的，先都要，我自己来调。好，好，我要自己调。考验，走，考验，请考验。就是我们有放汤，然后跟肉，这是巴古德的汤。对，米其林大师要先下什么？先开火大师，先开火。你给先下料也可以啊，先下料也可以。对，他在骗人吧？是真的，先下料有，先下料是 OK 的，因为它就属于我们那种，我们那种秘酱的那个糖醋排骨一样嘛，他用砍瘦的方式把它砍瘦起来。哦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巴古德最重要就是蒜头，这个不用怕，对不对？对，巴古德最重要就是蒜头。来，好。
辣椒。辣椒看你有没有辣。老板刚刚在摇头。刚刚太多。因为我也有太多了。要算到，确定吗？要算到我们这一锅的量。对，锅的量。因为我平常在做好是比较多人吃的。对对对，板豆的时候，板豆的时候。现在不是板豆，现在。因为最近蒜头比较贵，我想老板也不会弄那么多了。要考虑一下，我们只有这一小锅的量。好，辣的话，你想吃新口味对不对？平常吃辣吗？是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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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你不吃辣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我是给老板吃又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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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多一点，这不要太多，太甜是不是？这有点甜哦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多，我一勺，这个一勺，先一勺，好，好，这是类似蚝油的感觉，就这个比较多，酱油，酱油你确定要吗？我觉得要一点，我有吃到这个味道。青酒，哎，一点呢、啊？青酒，老板笑出来了。青酒，对，要笑出来了。还有搞吗？好了啦，好，开火来。然后整个让它收汁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厉害，因为刚才我吃到最原本的，但现在我吃到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加强版，呛味加强版，豆灰加强版。我跟你讲，不信的话就看等一下谁要吃嘛。你就拿出去给人客啊，叫伊吃看麦啊。好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简单嘛，来。一客平分。对啊。三个说好吃就过关。这一桌人最多了，哎，不好意思、啊。看来就是年轻人。我们刚才一起合作，应该是附近的学生吧？不用钱，请你们吃，但吃完之后跟我们讲什么感觉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你们平常来这吃吗？吃的多次吗？第一次来。那你们有吃到这个？我们做这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刚刚有吃到这个吧？有。干式的肉好吃哈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正宗的在这里，感受一下，感受。小心烫，刚出炉而已，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小心烫，会不会太烫？还好 ，OK。好啦，好啦，萧敬腾平常不吃啦。没有很呛，没有很呛，他说没有很呛。你不行啊，你要多吃一点辣。味道有对吗？好，被马来西亚人说好吃，被正宗的人说好吃。哦，真的，后面是不是有人在举手？有。你笑成这样，你嘴巴口罩摘下来。你们的菜还没来，对不对？你坐好，口罩摘下来。有来过吗？有来过吗？啊，很嫩，对不对？口味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好不好吃啦？好，好看吗？好吃哈。问原本的，问老板，问老板。如果觉得我们比较好吃，你要老实讲嘛。好，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那副刻板不行哦。好，正宗的哦。好，来来，好来。有惊讶到，有惊讶到，对，跟你自己做的比起来的话，差几？我自己也会煮这样的口味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我煮的哈，是因为我很喜欢吃肉骨茶，那肉骨茶那个蒜味一定要够。对，它那进去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，我刚才两个都吃到，我就是喜欢这个呛的。对，已经厉害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会加酱油，因为台湾人不吃太咸。对，我们有加到马来西亚的口味，所以这一点点，一点点的酱油有在。所以你是对的，不能多，对，太咸了。但说在做成这样，我们还没吃过，还没吃过。我们有猪油拌饭，我们来出去外面，不要影响到别人。好，那我们去外面讲，我们去借一步说啊，借一步说。摘星之旅，哎，还有椰子汁呢，哎，这道地的哈，来，马来西亚，这马来西亚的吗？泰国的，泰国的，泰国新椒，好，新椒是越南，什么椒？泰国是经过泰国，我们的新著名泰国的，我滚靠！哇，来你先，好棒，好，你先，再吃一个。欸、你看，我们还没吃啊！不是，他动筷子没有动他们的，动我们的。我也想要吃一下我们做的。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。哎呦，哇，太好吃了！哎、欸，太好吃了！哎、欸，来，哇，耶！
大成功哎。对，因为你们的酱很好，那是什么酱？那是我们有香港的黑酱油，马来西亚金虎的黑酱油，还有台湾的咸的酱油。我自己吃，我会自己加台湾的黑那个酱油，就有，因为我喜欢吃重口味。所以是马来西亚跟香港哪一个比较甜？香港会比较咸，啊甜。香港的比较甜。那但它整个用收汁的这个概念下来，哦，我第一次吃到就是干的。然后好吃是什么？你们还有加香菜，因为我们是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就比较带香气。可是你也可以加，你为什么不加？因为有些台湾人不吃香菜，很多人讨厌香菜。来，那试一下正宗汤。正宗的要喝一下啦。汤的来一个，汤的来一个，看看。好干，好甜，好香哦！这个中药下了几种啊？是十几种。我们的独特是回甘，我们有放甘草啊。好好喝，好喝，好好喝。阿嬷的吧？哎呦，对，阿嬷传下，阿嬷留下来的。我最喜欢吃这种饭。你品起来也有苍蝇。他其实是按周传给阿嬷，阿嬷传给我，我是第四代人。满满的勾渣，这个勾渣饼，它那个油葱那个味道，吃得出来里面有什么吗？虾米，对，有红葱头，还有很多碎肉碎，那个是咸菜还是酸菜？那是什么菜？芹菜。那叫什么菜？还没有放菜，还是放洋葱。洋葱啊，洋葱。它的甜来自洋葱，哦，那是甜味是洋葱。它的鲜甜来自于虾米，所以它有海味。也有山珍，我喜欢它的肉燥是肥瘦参半的，而且它的肥，它那个肥的部分还是带弹性，我们是8:2，就是肉8成，肥肉才2成，所以吃起来比较健康。我爸爸就是花一年的时间来找对的药材，如果找不到就不太，如果找不到，我们的招牌就是放出正宗，正宗要正宗的，所以你觉得今天就正宗吧？超正宗，超正宗。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我跟辉哥两个人做菜可以这么的气口。我们不要再分开了，真的不要再比赛。对，我们要合作做一道菜才对，因为会变成互相啊，他叫家总都变太多菜，我讲这个好像不行。对对，我们会互相会，结果创出一个最正宗的巴布丁，吓死，有默契了，真的有默契啊，看得到，吓死，真的。我们这一次来这个双北摘星。我觉得太厉害了，因为我们来的都是星级以上，4星多以上，我们不会细心去观察。比如说在台北居然可以玩那个划水，快疯！我们就想说，那应该要去海边，那应该要去海边才可以玩的游戏。对，台北就有。然后像是那个很漂亮的公园，在公园五股的，你想都没想到，垃圾山变成公园了。包括后来就是你会发现，在台北的市区里面巷弄里面会有印度料理，对，然后跟这里有这么正宗的巴布丁，对，都在台北。鹅肉，就你看在台北里面户外活动，对，国际美食是，然后包括很棒的公园，什么都有了。是，所以我们是隐藏版的，在新北，就不是在台北，新北就是很少人会来的，要吃正宗的，正宗的就要自己来到新北，就跑来这边吃了，赞。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蛮好的 ，nice， 大成功，大成功。那你说吃完东西我们要再怎样？要喝一个这个，对，来干杯。看到你们合作，我都感动，对不对？很感动，对。在这种路边摊，干椰子汁还是我人生第一次。它里面有果肉哎，对，有啊。其实他做的比我们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对。好，小鸡的，好。看你表演的，国手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世界排行第四，全世界第四强。怎么称呼？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杨佑业。杨佑业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滑热是小时候我教他的啦。对啊，他那个学得蛮快的，所以那个拿下了这个全世界第四名，我也很骄傲。我代替他妈妈讲的话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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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